阿布自捧六次郎，专家打脸不 OK。像阿布这样子血气方刚，一天来一次可不可以？可以，不止一次，天六次都可以。这个一天六次其实不好，就是早泄的个案。为什么要一天六次？每个礼拜三、礼拜四的晚上10:15，请锁定《这是有影无》。以上节目由京都念慈庵冠名赞助。